你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短裙上面的那个连拉链，如果坏掉的时候要怎么更换呢？首先呢，我们就是把那个坏掉的隐形拉链拆掉了之后，这么多线，然后你就把它翻为正面，把短裙翻为正面，拆下来，短裙翻为正面，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对，我把后面的布拉掉，那就是拆起来的话就是这样子，裙头，前片这样子，看一下这是。哦，这件是后片，然后就是你会看到后片的两片布这样子。然后这个裙头是这样子，就是打开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要先做的是，先把我的那个鸭脚换成是车隐形拉链的鸭脚。那你可以现在那个有一些那个。拼布的材料店啊，会有卖很多各式各样的鸭脚，然后你可以像你一样，就是买这种隐形拉链专用的鸭脚。那它上面有这个凹槽，它会照着这个隐形拉链凹槽，然后你在车的时候，它就这样子会对准好，然后就是你会比较好车一点这样。对，那我现在先换鸭脚。其实换隐形拉链，没有想象中的困难，还蛮简单的。对，你就是换好鸭脚，然后拉链要怎么车，这样就 OK 了。那我现在把鸭脚转紧，记得一定要把鸭脚转紧，要不然你的针如果去碰到鸭脚的话，就是它可能会断掉这样。你的针会断掉这样子。好，那我鸭脚放好之后，准备来车缝了。好，那我现在要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我先看一下我起点在哪里。这是我的裙头，然后这是裙头里面的地方，所以我的头，我是要从这边，我的开始是从这边开始车，做一下记号。然后结束的地方是在这里，是在这里，所以我就画一个记号。对，等一下对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要车到哪里。好，画好记号之后呢，然后呢，现在我把隐形拉链拉起来，然后从这里开始，这里，然后。把它拉下来。对，我只是要做一个记号，说我大概要车到哪里，然后就要结束了。就是我的布跟隐形拉链，我都要做记号。好，做好记号就把隐形拉链拉开。然后我现在呢，先车我的这边左边的布，然后隐形拉链呢反面向上拉开。然后这边是左边的布，然后对上去右边的拉链，反面向上哦。然后就是然后头在这里，对，头是在这里，然后就从这里开始车。因为等一下我头应该可以再上来，对，可以再上来一点点。好，那我把布用好，把布对齐好，然后。其实有时候你也可以拿，在固定的时候也可以拿锥子，然后固定好，然后这里把布铺开，我要从这里从这上面开始车，好，政策就把它打开，开下去。好，然后因为我撞了那个鸭脚，所以我就再也就不用担心它了，我就这样车过去，车下去就好。然后在车子的时候，有时候你要了解你的布的特性，像我这一块布它是有点伸缩的，所以我在车的时候我不可以去拉我的布，不然它就是我拉得太过分的话，它等一下
那个我手放开的时候，它缩回去的时候，我这条拉链它就会变成，就是那个什么，会呈现波浪形，然后它就是它 hiki 啊，然后这样我的拉链就是在拉的时候也不好拉的。看我在测的时候，我没有去拉我的布，对，因为这块布是有弹性的布，所以我不能去拉它，尽量不要去拉它。然后测到这里的时候，对一下我的那个记号，看一下我大概要测到哪里就可以停了，那就把拉链这样跟布，然后拉起来对一下对一下，然后这里的布。这一步要把它拉出来，对。然后看一下，再一针，不能再过去了。好，然后倒针，好，这边就好了。然后看一下后面，对，这还是上面这边的线跟你下面的线有没有对到，有对到就好，好，可以。然后这边测好之后换另外一边，另外一边的话呢，就是这样，就这边布把它拉起来，然后我们这边呢是这样，然后头，因为我刚刚就是头的地方我已经做好记号了嘛，好，那就换这一边车。然后一样从头开始车，为什么要？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要从头开始车，因为，对，等一下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放在第二个洞。好，倒了针，好，开始。好，咦，行，我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这里其实有一个衔接。还好我有想到，就是这里有一个剪接，有看得清楚吗？这里有一块剪接的地方，两边都有一块剪接的地方，对，所以要让它对齐。我再画一个记号，就是要让两边的剪接对齐这样。如果你发现你布没有对齐的话，就让它去一下，去一下布，让它对齐。还好我刚刚有想到。不然等一下车起来又没有对齐。好，像，把它拨好，然后、要对齐的地方把它对齐好。看一下，这里有点困难，对，因为刚好是那个两个拉链这样。交叠的地方，不好用，不好车，比较不好车了。不好车你就车慢一点，然后对准好再车过去。可以再过一针，好，倒针。倒针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车到。哦，没有，所以我还要再过去两针，一二。可以，好，然后顺便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对到，好像有吃一点布，是不是？哦，有吃到一点布，看一下翻回去有没有很明显，有，对，紧接着，刚那个我可能最后那个地方。有让它跑掉，对，好，这里再把它补一下，就是尽量那个上下的地，那个下面的线跟上面的线要对齐，因为没有对齐的话，等一下你翻回正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怎么会有一个，不要这样拖了，这边，就是尽量让它对齐，对，不然它等一下你翻回正面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就是凸起凸那个布会鼓起来这样，那他就是在跟你说，你车子不好了。
刚刚就是硬给他踩过去，就是超过我还给他踩过去。然后呢，这边踩好之后，对，先把线头剪掉。那那个，对你买先翻回这边。那背面它就是长这样，然后你就把那个拉链头往上拉。好，引擎拉链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换好，但是我们裙头这里，对，我刚刚有说剪接的地方要对齐，就是这里，还有我刚刚有想到，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裙头的地方，把它就是照它的样子把它车起来就好。那我现在就是，我这边车下来，我这边车多少的距离，等一下我折下来的时候也要车一样距离，然后现在我要把我的拉链往这边拨过去。因为我现在要包这一块了，然后我先拿珠身固定好，对，因为我先把针头关掉，对，因为我引擎拉链已经抽好了，所以呢，我要来把腰脚换回去一般的腰脚，然后你记得你要买引擎拉链的时候，要比你就是。买隐形拉链，你可以把你的那个拉链拆下来之后，然后再拿去那种卖拉链的地方，跟他讲说你要买这样这个尺寸的隐形拉链。对，或者是你要自己用量的也可以，就是你量起来，比如是18英寸的话，举例啊，比如是18英寸，那你就要买19英寸的那个隐形拉链，你要留大概。1英寸或者是1英寸半的空间，然后才能够，就是你才有办法把像我刚刚这样把那个拉链头拉起来这样。对，就是隐形拉链它是这样设计的。然后换好腰脚，就是一定要用手，然后这样子，就是动一下你的腰脚，看它是不是真的有牢固，不然你的针如果下来去，就是撞到你的腰脚的话，然后其实。就是怎么讲，你的针会断掉。好，那个药桥装好之后，你就用手，然后这样子去动一下，看你有没有装了牢固。不然你的针如果下来，然后发现药桥没有装好，然后去撞到药桥的话，那针断掉的话，对针车本身其实是不太好。然后呢，我刚刚就是已经固定好布的已经固定好布了嘛，然后现在我要来车缝，然后就是下面车多少，上面也要车多少了。然后记得那个引擎拉链要往这边拨过去。然后其实你用手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可以摸到你的那个引擎拉链的链条在哪。好，车好，把线头剪掉。然后把布折好，翻过来。翻过来就是这样。就是你已经完成你另外一边的那个，应该怎么讲？裙头车缝好了。好，那边车好之后，换这边也是一样，把链条往这边拨，这边的话一样，链条往这边拨，然后把你的布折下来，就是照它的那个原本的样子把它折下。
好，那一样就是刚刚的那个地方测多少，你也要一样跟着测多少。然后测的时候尽量小心点，不要测到你的隐形拉链，不然你又要拆。摸一下，其实你用摸的就可以感觉到你的链条在哪里了。测的时候小心一点。测好就把线头剪掉哦。然后这里呢，把它折过去。把拉链拉出来。好，测好之后呢，就把它拉拉看，把它这样子拉拉看。对，拉了上去的话，就代表你成功了，就是这样成功。好，然后，这里好丑，我把这个，对，这里那个群，那个拉链头盖出来的地方，你就要让它出来，就，没错。好，那我还没有测完，因为我刚刚这个地方要压，这个地方要压线，所以就是这边不。拨好，就是放好，拨好，好，然后准备压线。就是它原本怎么车的，你就跟它怎么车就好了。那这件裤子的压线还蛮，裙子啊，说错，裙子压线还蛮简单的，它就是压在那个裙头上面这样，不用倒针。然后把布拨平，把布拨平，对，把布拨平。那它是弹性布，做一侧的时候不要不用去拉它。测完就把线头剪掉。好，这边测完换这边。然后把布拨平。不好，好了之后把线头剪掉就可以了。把这个关掉。好，那隐形拉链车好，它就是这样。对。然后我刚刚跟你说，如果你那个就是上面的线跟下面的线要对齐好，那你可以发现我这边上另外这一边那个上下看起来就是比较平整一点，但是这一边就你就是觉得说好像有点怪怪的，对，因为这边我上下好像有点就是一个在这里，然后一个好像有点稍微往旁边一点，所以没有对到，然后你看它就会这样子鼓鼓的这样，对，就是我大概这边没有车好，然后呢车好之后换回背面。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就是，你不想你的隐形拉链就是下面这，其实我看过有人是那个，就是车好之后，然后这条隐形拉链，他可能是怕他那个，跑赛还是说。就是鼓鼓的怎样？他就是这里再压一道线，然后就是把我的布跟那个隐形拉链，然后这样子把它做一个压线，然后结合这样子，这样可能隐形拉链也比较直哦。可以看到我这里没有车，对，这就我刚刚说的没有车，上下没有对齐好，
上下有堆砌好，它就是这样子平平的，对，这样就是表面它就不会有那个，有鼓起来的地方。好，那隐形拉链就是到这里结束，就是还蛮简单的。你去买一个这个，我刚刚那个鸭脚，在这里，你就去买一个那个隐形拉链的鸭脚，然后去那种拼布的材料行，然后就会买到。对，奇怪，今天灯好像用太亮了一点，好，然后对，还蛮简单的，那今天就谢谢你观赏了。